们现在问一下宝顿的宝宝先，安哥，你希望这个是男的还是女的？男。怎么讲？顺其自然啊。顺其自然。所以你穿 orange 色今天是代表着什么？代表讲没有啊阳光，跟或者是你都是很好的啊。讲最主要是他们要健康、平安、顺顺利利长大啊。好，承你贵言。好呀。OK， 展现一文，你们觉得今天的 baby 是什么颜色的？女孩子。双胞胎，女的。双胞胎啊，双胞胎应该是很早以前就招得出来了。希望是像 Miss Day 的女孩子。怎么要像 Miss Day 这样？喜欢 Miss Day。表美，像 Miss 表美。像广东会怎么样？男的像广东比较好，表。如果是成熟稳重，霸道总裁。如果是女的嘞？女的像 Miss Day， 美若天仙，仙女下凡。很早，女方爸爸。安哥要问你一些问题。问什么？你希望这个 baby 是男的还是女的？女的啊，当然是有你先好吗？有你才有子，好 good。你今天穿 orange 色是代表着什么？我没有穿红色，我是已经讲不了的。OK OK， 好聊。来，我们走下一个。那我们问一下 Golden 的妈妈。阿弟，我们要问你，你希望这个 baby 是男的还是女的？我跟你讲，他喜欢男。我喜欢男啊，喜欢你。sorry， 我弄错。我觉得喜欢女啊，可是你今天穿蓝色。我男女都喜欢。我们现在去 Miss Day 的妈咪的 baby 是男的还是女的？哇，有孙就好了。有孙就好了。你穿粉红色。粉红色。哦。就问你穿粉红色了。啊。红，我妈。哥来，我反问。OK， 我们要问你们的问题是：你们希望今天的 baby 是男的还是女的？今天女的。女的，粉色。男的。我觉得是男的吧，希望是女的。今天来讲是男的。感觉上应该是啦，应该是。对，这是妈妈的意见。对，她的 past experience。OK， 谢谢你们，可爱。Next。OK， 我们问一下阿谦跟 Ryan， 说你们觉得今晚的这个颜色是什么？是代表你们衣服穿什么颜色吗？看我的穿的蓝色就知道，我选男生。你觉得男生？我选女生。你觉得是女生？为什么啊？你讲讲。因为我 feel 到是女人，没有啦。因为我知道男生呢一定穿蓝色衣服，我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人，我觉得不一样，我选女生。来，我是通过我观察的，我是看 Miss Day 的肚子形状。是一个男生的形状，很有经验这样哦。我看得多了，那你来经验哦。我看得多了，我好像偷偷看看人家肚子哦。等下对是对不对，我就不懂了啊。OK， 可以，谢谢你们。亲爱的委会跟安娜，那你们觉得今天会是看到什么颜色？是你们衣服上的颜色吗？对，蓝色。你们心里有多大？信心有大，70%。就微微笑，因为他不想要要七十八千块，是不是讲出你的心声？你其实想要粉红色是吗？粉红色，他出颜色，人家跟我一样。五色五色是我，那我有一针呀，我嘞很大可能180%，我觉得是男的。怎么嘞？你为什么这样有信心？你看你那张卡。哎，没有，我没有，不懂，直觉哦，直觉。女人第六感。呀 ，OK。那我们俩，到我们俩。来，这个可爱的要结婚了的新人们，一定是要男生吗？果断天天要女儿，不也这样顺了给他？来个男的，他就要第二、第三、第四个啊！现在三个是女的呢。啊，接下来三个才是女的。也是男的。一定要是男生。你们两个信心有多大？80%。我还好啊。全部男生啊！来摆一个 pose 去，要打死男二三。我觉得是男的。我们现在问一下 Miss Day 的弟弟还有他的女朋友，你觉得今晚会是你们穿的颜色吗？我觉得是，一定会。星星程度有多少八千？99。99。留一八千。留一八千，100。再100%会。OK， 我们问一斌还有阿慧，你们觉得今晚你们会看到什么颜色？来。现在我来算你算，恐高男长风是男生呐、啊。你们跟弟弟方唱反调啊？因为他自己讲，都是蓝色，清一色蓝。他讲他梦到我姐姐啊，抱着那个男生啊 ，baby 啊，他已经梦到了啊，出来啊和在肚子里面啊都已经有那个感觉了啊。
而且问妈妈的直觉很准，妈妈讲她觉得是男孩子。哪一个的妈妈？那 Miss Day 哦 ，Miss Day 准妈妈觉得，准妈妈的明白，准妈妈直觉就是准的。我们要相信老婆，老婆是对的，老婆是对的。OK OK。那我们今天请期待一下。不要看了，稳赢了。对，稳赢了。啊，稳赢了，稳赢了。不知道。输了，我得喝三杯。你觉得是男的还是女的？看裤子就懂了，是你的。你看我，你觉得？这个人是已经懂答案了，他跳进来 interview。我是陪 Amy 的。OK， nice。我直接问你，希望是 baby 哥啊。耶、yeah? ，他肚子尖尖，应该是男生哦，所以男哥啦。对，尖尖。OK OK， 好嘞，这样等一下我们看。OK， 子珍你觉得是什么颜色？肯定啊，最 sharp 的蓝。为什么你觉得是蓝色的？因为他肚子很大。肚子很大、啊，每个人都看肚子来决定哦。对。你觉得宝宝还是哥哥？你觉得是宝宝还是哥哥？害羞。所以你觉得今天会是什么颜色？看我今天穿蓝色。你就知道哦，不男不女又不可以哦。不想他把我拆穿。我很想，卡掉卡掉，剪断蓝色。蓝色啊？可你颜色不够蓝。蓝要带一点女性一点比较美嘛，美男嘛，又帅又美。这样还有 market 吗？帅又美叫什么？美。这个颜色有多少八千会中？我觉得98%，98%是我妈给我的，18%是我穿出来的秀的。因为就是 Gordon 是蛮喜欢女孩子的，但我觉得没有这样容易得到。可是我希望男孩子也是你喜欢的，因为那也是你的孩子。好的，我们只是不想要一来就给你得到你想要的。对对，没有那么简单的。一个吗？你要生到三个，像我刚刚拿，然后第四个可能啊。首先你们对这眼镜，我冷静。首先你们现在的心情是怎么样？摇来摇去，摇来摇去。我为谁立 first 吗？不是吗？不是给你老婆讲先的吗？好奇比较多，你好奇很久哦，从我拿到信封开始就要一直我在家我都想要扒开那个信，讲你不要跟我做这样的事情啊。那时候果真拿信封给我的时候啊，他是 video call Miss Day 来到我家了，看到信封给啊，我才挂他的电话。你现在心情如何？兴奋哦，期待这读出来的时候会有什么反应，比如说。Miss Day 讲他很期待看到你的那个样子，等一下什么样子？很期待一出来放出来是蓝色的时候你的样子，我、哦、还是很开心的这样子。你不要一出来你 authentic 啊，我一定 authentic 啊，放心。OK， 现在只讲他的这样。放心吗？他没有啦。OK， 等一下我们就知道了。哇，开心就是不一样啊！爸爸还没有戒烟呢。放手。